真的一样，小暖，你呢一定是最近太累了，负面情绪又太多，才会做噩梦的。不要害怕，要不然这样，姐姐今天在这陪着你睡，等睡醒了，就什么都好了，好吗？ 小姐，我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你忘了你答应过姐姐什么？以后尽量不吃安眠药。好了，你要是睡不着，那我们俩聊聊天啊，聊聊小时候，聊聊现在，聊困了，你很快就能睡着了。好，躺下。不着了，不走，不走，陪着你啊。 这一切都是战南贤的报复吗？就因为当年他爸爸的事情？南贤，陪你去喝两杯吧。 怎么了，林露？听说你最近没去公司啊？怎么了？小暖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昨天晚上一直守着小暖，基本上整夜都没睡。哎，等于说还是小暖出事了呗？说说吧，怎么了？自从战南贤医生不可控的抛下小暖去了英国，小暖的状态就特别不好，整晚整晚的做噩梦。 又是战南贤呐！行吧，反正过段时间，我就可以让小暖看到他的真面目了。
什么真面目？哎，等一下，林璐，战南贤去英国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肯定跟我有关。戴忠正在起诉钱宇嘛。战南贤突然离开，又和一星闹出绯闻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他抛弃了肖楠，肖楠因为这些事情都快崩溃了。 原来这背后还有这个缘故。我说你们两个闹得你死我活的，为什么让我妹妹受罪啊？太过分了，你们！战南贤在英国打官司，在这期间还能跟一星搞出绯闻来，他还说不是脚踏两只船。哼！等审判结果出来吧，他就会知道战南贤根本就不值得信任。可是。 我有很充分的证据。哎，说到证据，那份证据还是在你房间里无意中看见的，是两张关于钱宇跟王教授的合同。这件事你还是别跟小娜说了，怕她想太多。你开什么玩笑呢？我妹妹都成什么样了，我别告诉她。行了，你好好照顾小娜吧，等我回来再说，先挂了啊。 林小姐，你来了，他们在外面呢，我刚开完会。那你去叫他们，我买了夜宵，让他们下来吃点。好啊。李真天心知道我们还没有吃饭，怎么这么晚还没吃东西啊？就是因为温暖拿了两页合同给戴忠的朱林露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局面才这么被动。我先去叫他们了。南贤有什么事吗？南贤的电话或什么在你这里？他人呢？他现在很忙，你有什么事情就告诉我吧。你把电话给他，我有话亲口对他说。温暖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什么意思啊？7年前你害得南贤一家那么惨，你说走就走，说回来就回来。 你说你想弥补，可是你却总给南贤添麻烦。我要是他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敢做就要敢当。你帮朱玲露陷害南贤那一刻起，你就别指望他会原谅你。 小娜，吃早饭喽。哎，小娜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战南贤，他跟我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，我要去找他说清楚。你们的误会不就是分手那点事儿，不解释清楚了吗？再说了，不管有什么误会，他也不能总是跟一星在一起吧？他这样做置你于何地呀？他答应过我，永远不会跟我分开的，姐。还有。
他肯定没有骗我们。小暖，小暖，你不要再傻了，7年了，7年了，这商场尔虞我诈的，这南贤在这中间，他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？你怎么能知道？你不要被他骗了！绝对你不要来！小暖，你怎么可能在这里等他？等不了，我要去找他。小暖，啊，你要去，可是他生你的气，你也找不到。不可能在这里等他。